算了，让他走吧。这寒冰行啊，不让他回家。大头回去了。吃我半管经验，还帮我补了个刀。本来我们是优势的，突然之间变成劣势了。我比大头经验还少了，你知道吧？走，回家。来一只皮牌，怎么可能少？我刚才吃完一波兵，然后打两个兵，经验才到二级。那大头回来正好吃一波兵，加一个小兵。这英雄挺烦人的，先吃个药来。EA 好啊，管用。A 接双抽，致命点炎，又交闪交盾，先把他杀了。哎，你信哥在左边的时候，我为什么没看到他呢？亏了我一个小饼干的钱。绿文被狗头杀了，是啊，你奇特不？这为什么打不到炮台呀、啊？我操！外边好卡，不行，我得把那个网页关了。你来，俺俩都得死。我先吃个饺子吧，先不上去。刚才扛那么大一波兵上就是找死。不用给我打信号，我直接不上。一 A 抽 A 接法反溜平 A 再 A 再 A 一下。啥馅的饺子？好像是酸菜馅的。先拆炮台啊、嗯！一炮台，零个炮台，这波双杀。EAQ 先杀，
赵信 ，W A 勾再转，他就杀大头 ，A 勾再 A 一下，回头杀赵信，赵信还回来，他有点不想放弃这个大头，你知道吗？不想放弃能行。他俩要上的快一点还行，那赵信吧上的太慢了。那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可太秀了，赵信的头确实比较小啊。三项都削了还出，怎么削了呢？降了十点攻击力，加了十点冷却，怎么就削了呢？我都宁可不要那十点攻击力。你信哥怎么自己去打龙去了呢？我找找他去。这波这不三杀了吗？先杀这火蓝，因为别人都没什么特别好的控制，你知道吗？再杀这个赵信，最后杀莫干了，有闪现但交不出来。啊，大头有闪不好杀 ，W 插眼一。直接扣死他啊！他敢回头放技能，他就必死。火蓝买大腰带了，我这把得要水银海呀。那怎么瑞文老让那狗头人给杀了呢？一看见这泰坦，我就想到了山海画卷。谢谢蓝莲汉的脚皮的粉丝。哪来个火蓝？你要弹死我？那有伤害吗呢？点炎 QR 转起来 ，W 躲 Q A E A， Q 他一下。你到底上不上？一打你！咬你一命，小伙子！
那赵信来我中路八趟，还往中路跑，来一趟死一趟，还敢来。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愣头青，真是愣。你老给我打什么信号？一抠八八六。我蓝来了就算了，你要弹死小兵啊？想法不错，就是距离差了点。你是真不怕死啊？我一看呢，你等个十秒钟啊！来，闪现一 Q R 转起来 ，W A Q 再转。我要把这最后一层塔皮给他吃了。你信哥怎么？你别着急，我去野区找你去。差两百块钱，我补个炮车应该够了。魔宗赵信，这魔宗赵信也不知道为什么除就除吧。狗头人上去我们杀不了啊，我们得先去打个蓝 buff。狗头人也不好杀呀，我还是拿赵信的双 buff 吧。往这儿走来，先把这火蓝杀了。这莫干辣来小兵没有点呀，我觉得还得出西地海，但出西地海又没有印性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猴又不能点印性。信哥再来我就把你打死，听见没有？别扣我，一 A 扣死，烫死了。打个 F 六。我来研究研究这些粗装吧，技能级数加的太低了。来影魔刀，
不行啊，这有个狗头人，我来影魔刀好像不合适。我们出个黑切。这把唯独的狗头人，我们没去制止他。去下路找他去，这波我有红，哎呀，红马上结束了，没事。夜泰坦装一波杯，他俩我估计可能要去打小龙，我们去小龙瞅一眼。我打小龙，我打。你跑过来找我来了。那牙医都是硕士博士，那都有多少年从业经验呢？下一件装备，我看来个什么啊？来点虚驱装吧，复活甲不要那玩意儿了，没用，那一次性的。我看我自己能不能打得过大龙啊。差不多。蓝够的话就差不多。让大龙涂我们的甲猴，这样我们打他的伤害就是不是一半的伤害，要不大龙涂一口有这敌 buff 男爵的凝视，知道吧，他打谁涂谁。这怎么还投降了呢？谁打他伤害就降低一半，要不为什么打大龙慢？那中路这不五杀了吗？跟我来来，给你们来一波五杀吧。哎，怎么敢拉 Q 的咋这么快呢？我都把他转起来，他怎么 Q 到我的呀？简直不可思议。那莫甘娜杀慢了，莫甘娜杀的快点，这波就五杀了。我 W 没用出来，给我集火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给我控死了。这猴就是还是太吃控制，吃控就完，印性不高，你知道吗？解控能力有点低。我整个死亡之舞，
小龙刷新了。我发现我还是得要一个影魔刀。我吸点血啊，回来把这狗头人杀了。这狗头人有点厉害、啊。你跑一下行不行？你别让他拿着双 buff。你不要让他拿到这个双 buff， 你要拿双 buff 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我给你个 Q。你到底要干嘛？我要杀人了，我告诉你啊。我要杀人了，我跟你说，有点过分了。为什么死了700块，我们又有700块，然后我们又有700块？这猴还是有点脆，现在这猴吧没有办法解决自己不够肉的这种尴尬局面，你知道吧？软弱无力。这也打不动啊。把上路拆了吧，我们去上路推线。杀这莫甘娜吧，要我说，这莫甘娜有着 AP 虚区，不行，那狗头人打不动，太肉了。又送1000，一共送了3000块钱。哎，我有个黑切都打不动这狗头人，还是弱，这虚区还是有点低。这要以前的九头蛇，我估计我能把他俩都杀了。就这狗头人没几件木抗装，其实也就没开大，也就190多护甲。巨酒泰坦，哎呦，烧了吧，嗯，烧了吧，还烧不烧？泰坦让人给卖了。哎，我双 buff，
我一共后边死了三把，全是1000块钱，一死一千，一死一千，给人一个大件儿。神话装备有了，一个人养了一个神话装备，他怎么能走那么远？差一点点，赵信也出蓝盾了。那狗头人那个 W 的技能能放那么远呢？狗头人，他 Q 的多有加成是不是？敢不闪？敢闪的干嘛呀？我正好把那个。赵信试试能不能给他杀了，这出蓝盾了，打不动。闪现换个分离者没用，该打不动还是打不动。你不信我，我给你出一个。大人，问问土地老二，没得用。哎呦，这泰坦这么猛的泰坦！把这狗头人给我杀了！哎呦，这都空了。你们怎么老乐意投降呢？那就投，你打个破逼匹配还闹脾气还投，你投你妈你投！我这不是骂人啊，我只是表现想表现一下自己内心愤怒的想法，知道吧？